好帅哦，这个小肚兜，小肚兜还是和之前一样吗？哎，像以前那个圆形的。嘴巴怎么这么脏？对，这那最近那里吃东西呗，有泪痕了哈。把你放肆的哭吧，黑脸怪，来剃龟苓角，泪痕你看有泪痕，看到吗？而且他把泪痕这边全剃光了，自己剃的，看剃得光光深深的，就你个嘴巴这里。他其实可以把嘴巴这一圈都剃掉的。平时如果说流口水流得太厉害了，可以用那个玉米淀粉去给它吸一下。剃龟苓角，出去踩水。嗯，工作要快哈、哦。嗯。留一层毛，保护他的皮肤。你摸一下，真的好肉。柯基不就是小短腿吗？嗯。来整个柯基来。腿脚、拉脚 ，OK。因为他身体那么肥哈、哦。对啊，他身体太肥了，不行，长得不协调了。我觉得那小短腿真的很可爱啊！有哪些犬种是小短腿的？腊肠。腊肠、柯基，还有嘞？哎，高原。身体也圆圆的，腿腿也圆圆的。真的好短，不腿。后腿没那么短。后腿都可以。看这嘴巴多脏。全部给它剪掉。小乖是把那个眼睛上的都剃了呢。对，奥特曼嘛那只，再把它眼睛露大一点。有没有睫毛？兄弟先买刀，两刀，方方的。很可爱啊，生活时是快乐，请求太大了，老婆太大了。我感觉一下他给我的那裙摆在咿呀咿呀，你漫步走过来，沿路的风景被抹上色彩，在麦浪里洒下我们的爱。